有给你呀、啊，我不是不给你呀、啊，你吃完我再给你，嘴巴吃完，好不好？这个等一下菜卷也给你，好不好？可以。还要什么？可以。菜卷是不是？可以。好，知道啊，我没有不给你呀、啊，你吃完嘴巴都放在嘴巴里吃，吞到肚子里面去，就再给你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不能再哭了。萝卜要不要？要。要，好，你嘴巴吃完了没 ？OK。好啊，啊，吞下去了没？嗯。我看不到牙齿啊啊。啊。啊，有，吞下去了，嗯。萝卜。还有。还有什么？这个。胡萝卜，是不是？是。是，好。嘴巴吞进去了没？好了，这口吃完，嘴巴要先吞进去。好，我擦擦嘴巴，好不好？嗯。嗯，这边还有这个是什么？香菇。还给我。哦，这是丸子。还给吃。啊，真吃好。这个是菜卷的肉肉。哦，我看看牙齿吃完了没有？有没有看到？哦，在哪边？在哪边？我没有看到你，啊呆一点。啊。好，快要吞进去，要吃什么了？丸子是丸子，你要自己咬，对不对？是咬，轻轻的咬。哦，好了，咬一口，有没有咬到？好吗？啊，还要咬一口，是不是？好，你夹我筷子，夸张的你。你的肚子很饿、哦，奶奶在旁边，那你要喝奶奶了吗？对呀。对啊，要喝奶奶了吗？啊。还是还有这个。要吃这个叫关东煮。关东煮要是丸子是不是？是。咬。哦，好，放开，哎，不行。好，一半给我 ，OK。好，让嘴巴咬完，我帮你开奶奶，好不好？嗯。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嗯。这叫什么？关东煮。有。丸子你咬得动吗？丸子要不要给我？不要。不要。那你赶快咬完吃完呢、啊？你这样怎么喝啦、啊？嘴巴有东西怎么喝？嗯，这样也可以喝，可以吗？是不是不行？你刚才干嘛哭那么用力啦？哭到……对呀、啊，哭到眼泪都跑出来了，吼，脸都红红一点一点的，有这么伤心吗？嗯、哦，要去那边了，是不是？我看你嘴巴吞下了没有？